爱多美发酵诺丽果汁饮料，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拥有火山灰形成的富含矿物质的肥沃土壤，在这里建成的爱多美专属农场精选了生长在充满各种矿物质火山土壤的新鲜诺丽果，从皮到种子再到果肉，百分百有机农诺丽果。爱多美独有的七种复合乳酸菌发酵1440小时，为了保持柔和的口感和浓郁的香味，使用自然中获取的原料，将营养损失最小化的100%低温榨取方式，无色素、无防腐剂、无合成甜味剂、无合成香料。健康好味道，使用天然原料的诺丽果汁饮料，呈现原汁原味，蕴藏着自然生命力的健康味道。自我健康管理的方法，用天然的味道充实每一天。爱多美发酵诺丽果汁饮料。